8月9日周三晚上，免费人工智能多媒体数字营销培训，开启人工智能营销新时代。免费参加人工智能多媒体数字营销培训，助您掌握未来商机，实现梦想。您是否渴望在数字营销领域掌握前沿技术，实现业务的腾飞？现在机遇来了，我们诚邀您参加免费的人工智能多媒体数字营销培训，让您深入了解智能化营销的魅力，抢先把握未来商机。本次培训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数字营销中的革命性应用，您将了解如何利用 AI 技术精准分析海量数据，洞察用户需求，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个性化营销策略。通过智能推荐系统，您将学会为用户提供定制化体验，提升客户满意度，引领市场潮流。多媒体内容更是本次培训的重要主题，您将了解如何巧妙地融合视频、音频、图像等多元素素材，创造引人入胜的营销内容。结合人工智能的力量，您将学会如何通过智能推荐，让多媒体内容精准触达目标受众，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。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者，我们都为您量身定制了培训课程，确保您能够从中获得实际的营销技能，快速应用于工作实践中。更重要的是，您将有机会与同行业专家、同好们交流分享，共同推动数字营销领域的创新发展。现在就行动起来，不要错失这个难得的机会。免费参加人工智能多媒体数字营销培训，开启人工智能营销新时代。开始时间2023年8月9日周三，中部时间晚上9点德州芝加哥，西部时间晚上7点加州温哥华。欢迎加入免费参加人工智能多媒体数字营销培训。